湾演员金建宇因在《黑暗荣耀》中饰演流氓孙明吾受到热烈关注。近日金建宇受访时坦言自己的演员路并不顺遂，在《黑暗荣耀》之前一直在试镜中落选，让他相当失望，还思考着该不该继续演戏，甚至为了生计还曾向经纪公司借钱。不过随着《黑暗荣耀》爆红，目前已还清款项，对此他感到非常感激。他也表示，有很多人在公共场合认出我，即使戴着口罩也是会被认出，让我感到很惊讶。IG 追踪数也变多了，原本只有大约2000名，但现在已经超过10万。另外，由于孙明吾这个角色让居民们印象深刻，对此他就说道：“我想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我都会被叫做孙明吾，但我乐于接受新的挑战。未来接到其他角色，有信心能够演好并改变形象。”居民们也相当期待金建宇之后的作品啊。